着，是金卷心菜逃手，没三秒投着金卷心菜攻击僵尸，对其造成120点伤。使用一颗金豆七个释放大招，给全部僵尸扔出一个卷心菜，秒杀生命值低于300的枪。金玉米投手，每三秒扔出金玉米粒或者金黄油，对僵尸造成60点伤害，有25%概率扔出金钱袋，能造成80点伤并定住4秒，同时还能掉落100钱币。消耗4000钱币，即可释放大招，发射4枚伤害为450的玉米炮弹，轰炸3×3范围的僵尸。金西瓜投手，每3秒发射西瓜，对僵尸造成240点伤害，花费3000钱币即可释放大招，大招发射60个伤害为120的金西瓜，几乎能对全品僵尸造成伤害。金保护伞，普攻和普通保护伞没啥区别，无法弹开僵尸子弹三叉戟，但能弹开篮球，并且额外获得100钱币。花费2000钱币释放大招，能击退附近所有僵尸，每击退一个僵尸掉落20钱币。无法击退飞行箱，但巨人扔的小鬼能击飞，并且获得3个钻石。滚！不过这个击飞只有一瞬间。精算，生命值1800，普攻作用，熏僵尸到另外一条路去。花费1000钱币开大，能让本行僵尸全部换行，僵尸开路器。但无法熏退巨人、冰车以及飞行箱。金盆，每25秒生产100钱币。还可以联动金色植物大招，只要金盆上种植的植物是一样的即可触发。最后场上每多种一个金盆则消耗翻一倍，